王必胜顾不了瘦肉精，但是他顾得了小三。而台中市食安处呢，在今天下午也是把这个检体以冰保来保冷，由专人搭高铁亲自送到食药署盐检组来进行复验。台糖安心屯的梅花肉二号被检出瘦肉精西部特罗，台中市二号公告将会转由中央溯源。行政院昨天也公布45件抽验的检体，全部都是瘦肉精零检出，因此食药署就行文要求台中市要把剩余的检体交由中央来复验。虽然台中市希望食药署复验的时候可以有台中市食安处检验人员在场一同来检视检验过程，不过却被食药署给拒绝。好，所以现在看起来连食药署要来检验这些瘦肉精的部分也要封存30年，也不给台中市府来检验吗？